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罗技 C922 的网路摄像头。那它跟前一代 C920 有什么差别？就是最大的差别是在 720p 的时候，它支援到了 FPS 60的部分。C922 Pro 开箱。其实它的包装比较偏向固面，那去做一个盒子的这样子。那一打开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马上看得到这个 C922 Pro 在这个正上方。一打开来的话，可以看到 C922 直接在这正上方。那它上面有一个保护贴在上面。那我们先把它拿出来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其实是非常的小颗的。那它的下面呢，是跟着那个 USB 线连着，这边。那它的 USB 线的话，原厂给的是它知道，1.5公尺。盒子的下面呢有一个比较沉的东西，这应该是它的寿命的三角台。这个三角台就是把它水电起来，其实它做的非常的精致。大概可以做到这么高的位置，那是让一些可能不是挂在荧幕，而是放在桌子上面的朋友可以直接挂上这个三角台。那里面呢，就还有一张，这个是摄影的一个软体，播放的软体的高级授权。那过来呢，就还有一些它比较简易的说明书。它的安装比较简单，它直接插上电脑就好。那里面呢，就这样，所以比较简单的一个那个东西。